欢迎珠峰兄弟也加入我们的旧卡联盟，拆卡是整灵魂。比如拆出一张好卡，哇，我中了，我上电视了，太开心了，我中了，我上电视了。耐心测试者小伙伴今天在我的老跟前马桶旁边拆卡包，好不好？小伙伴想不想看？想的话点赞达到1000，我下次就在我的老跟前马桶旁边。今天就不了，因为这里太臭了，还是走。小伙伴们，新的风暴已经会出现，怎么能够停滞不前？我的天哪！小伙伴们，刚才我走，发现这个草丛里面，我的天哪！发现了一盒，我的天哪！放了一小盒卡包，于是乎我打开了手机，为大家小伙伴们见证一下。小伙伴们，哇塞！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！这是什么呀？继承我的梦想？难道又有小伙伴们？我的天哪！放弃了啊！实现卡下天文的梦想，然后他放弃了，他把这个卡包，然后把这个卡盒丢在这个草丛里面。我的天哪！真棒，棒棒的了，被我捡到了，真好！我的天哪！这里还有一。我的天，这是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还有一本小卡册耶！我的天哪，现在外面下的蒙蒙的小雨啊！我的天哪，还好没有湿！我的天哪，被我捡到了，真棒，真不错呀！小伙伴们，你们不想实现卡界天文的梦想，然后放弃了，我来帮你们继承吧！我一定要实现你们卡界天文的。小伙伴们，今天在公园草地上捡到一盒卡包，还有一个卡册，上面写的继承我的梦想。我们打开看一下，哇，还有好多好包！我妈妈加入了反卡联盟，真的好，真的。现在反卡联盟的气质真的好嚣张，不得了了！我们要团结一致。今天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珠峰兄弟也加入我们的旧卡联盟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积极加入我们旧卡联盟，想加入我们旧卡联盟的赶紧加入我们旧卡联盟，团结起来，一致对外，打败反卡联盟。春眠不觉晓，反卡联盟爱哭脚，有事没事爱反卡，他长得像大国宝。小伙伴们，珠峰兄弟也加入我们的旧卡联盟了，你们来看看啊，珠峰兄弟是谁？来 ，Let's go！ 什么？最近居然出现了这个大量的反卡联盟组织在一起，哇，峰峰，反卡联盟哎，这对卡片是个很大的威胁。反卡联盟的话就是把卡片扔掉，不支持玩卡。哦，咱们就要加入这个枯蛋叔叔的旧卡联盟，哇，咱们去拯救卡片，拯救一方苍生。今天是我追梦的116天了，成为卡界天王的梦想。今天我在公园里面散步，然后走着就下起了雨，然后我准备回家的，然后就发现了，我的天哪，一盒卡包，真的一盒，估计哪个小伙伴，我的天哪，还一本卡册。我们先看一下啊，上面写的是什么？妈妈加入了反卡联盟，我的天哪，又是反卡联盟惹的祸，估计他的妈妈已经不让他玩卡了，他只有让别人去继承他的梦想，真的好可怜啊！但是小伙伴不要担心，不用担心了，珠峰兄弟也加入我们的旧卡联盟，一起保护我们的卡片，一起和反卡联盟对抗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想加入我们的旧卡联盟吗？真不错呀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小伙伴们啊，什么？我的天哪，这，哇塞，我的天哪，我都没有啊！哇塞，不哇塞，塞哇不塞哇，哇塞，我直接对着蓝 GP 啊！小伙伴们，这个扔卡包的卡车的这个小伙伴真的这么多蓝 GP， 我的天哪，我总共就20张蓝 GP 啊，他就这么多，哇，这本全是蓝 GP 啊！哇塞，不哇塞，塞哇不塞哇，哇塞，奥特曼，我的天哪，铁子加奥特曼，哇，泽塔奥特曼，哇塞，真帅！我的天哪，这么多蓝 GP。哇，还有这么多的卡包，我的天哪，真棒啊！让我给捡到了啊！我一定要不辜负他的希望啊！一定要让不辜负他的希望，一定要继承他的梦想啊！我们一起实现他没走完的啊！这个小伙伴真的很遗憾，说明他也是一个啊梦想，也是卡界天王，但是他没有坚持啊！哎，这么多卡砖啊，小伙伴们，想不想要卡砖啊？想要卡砖的跟我说一下啊，我把这卡砖送给我的粉丝啊，因为我家的卡砖真的是太多了，小伙伴们，咱们继续拆卡了。我天哪，还给了我这么多的卡包，真的啊！现在我都不要买卡了，也不要买家里东西，卖家里东西了，小伙伴，因为现在路上都有点捡，哇，太好了！小伙伴，今天是我追梦的116天，实现卡界，成为卡界天王，卡界天王是我的梦想，他会魔法吧？今天啊，珠峰兄弟也加入我们的旧卡联盟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也感谢更多的小伙伴能加入我们的旧卡联陆，现在有好多小伙伴，大主播、小主播都陆陆续续加入我们旧卡联盟，一起团结起来！因为反卡联盟现在太多嚣张了，太嚣张了！小伙伴，你们赶紧看一下你们的卡册啊！你们好多小伙伴都不想玩卡了，就是因为啊，你妈妈已经加入了反卡联盟，或者啊，好多反卡联盟都去你家把你的卡片已经拿走了、撕掉了。我天哪，小伙伴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！哇，看看这个小伙伴给我的卡包啊，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卡啊？一张 SR 卡，来拆包经典。小伙伴们，拆卡是一种灵魂，真的是魅力啊，是一种非常好的，真正从拆卡中啊才能得到成长，得到快乐。对，我的天哪，没错，得到快乐。对的，说的没错，说的非常的好 ，very good。哇塞，迪迦哥保佑，哇塞，中，牛逼，哇塞，就是这感觉，哇塞，拆出了这种完全的啊淋漓尽致啊，就是拆中一中啊，然后那种呐喊声，中啦，哇！中了，小伙伴们，中了，
我们吧，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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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期视频咱们就这里讲到这里结束了啊，感谢更多的小伙伴，这期视频感谢啊，祝峰兄弟加入我们旧卡联盟，也感谢欢迎更多小伙伴赶紧加入我们旧卡联盟。